好声音的闹剧持续了这么长时间，浙江卫视终于顶不住压力宣布停播。随后有多位学员出面澄清节目组没有收钱一事，但是貌似是有些越描越黑了，大众并不买账，而是想要一个真相。好声音再添猛料，8月29日，好声音被再添了一波猛料。一位女学员的父亲爆出好声音的黑幕，她的女儿非常喜欢音乐，所以她陪着女儿从海选开始，也经历过很多的黑幕和潜规则，而且像是给评委包红包或者是花钱为自己投票等情况更是多的是。比赛进行到后面，每个省的海选都只有5个名额才能够进入到最终浙江卫视的比赛，开始所有的都很正常。虽然有选手花钱投票，对没有这么做的人是不公平的，但是这位父亲的女儿并没有做，也靠着实力进行到了下个省的比赛。评委深夜邀女选手到酒店补课，就在这时候，学员收到了来自评委发的信息，内容竟是深夜邀请女学员到酒店单独补课，还表示只要按照评委说的做，就能够保证这位女学员进入前5名，成功晋级到下一轮的比赛。或许很多人到了这里选择听话，而这个女学员是真的热爱音乐，并且是想要靠自己的实力晋级，并不像通过这样不光彩的手段在深夜叫一个女学员酒店单独补课，可想而知应该不是什么太好的事情，所以这个学员就拒绝了。据她的父亲说，拒绝评委的补课之后，不出意外的最后比赛只拿到了第8名的成绩，还表示那些可以到浙江卫视获得著名导师转身机会的学员，基本上都是花费了高额的赞助费，又可能是其他的手段才能成功晋级。认为好声音这个节目就是通过对音乐有足够热爱和热情的年轻选手达到自己敛财的目的，而这个女孩最后也放弃了音乐的梦想。更多细节被扒，而今年的好声音虽然现在已经停播，但是原因也并不像是声明上是因为大众的意见和质疑，网友也扒出了更多的细节，停播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薛之谦和周华健的罢录。在未停播的时候，就有薛之谦的粉丝表达了强烈的不满，从第3期开始，薛之谦的镜头直线下降，几乎剪辑的没有什么镜头，而且主持人在节目开始跟其他的导师都握手，唯独略过了薛之谦。就连薛之谦顶着压力救下的女歌手，当节目播出的时候也已经被淘汰了，这些事情在现场的观众都是能看见的，并不是空穴来风。现在就是希望浙江卫视能好好调查，给大众一个真相，将事实公布出来。不管中国好声音有多难听到好声音，自从李玟的录音曝光以来已经9天了，这件事才开始受到重视。今日浙江卫视发文称，中国好声音节目暂停播出，但结果是被迫出来的。首先，钱包撑不住了。星空华文背后的股价连续暴跌，最严重的是一夜蒸发了近260亿港元，直接减半。其次，金主撑不住了。如今，许多过去被匿名的品牌都被抵制和谴责，或是一些品牌直接保证不合作。最重要的是，口碑撑不住了。节目黑幕，伤害导师学生，事后傲娇甩锅，中国好声音这套组合拳彻底灼伤了观众的心，口碑跌到谷底，近4万人发表一星差评抗议，豆瓣评分只有2.4分。在所有得过且过的道路被堵塞后的第9天，这个火了11年的节目低下了骄傲的头，中国第一乐综的形象彻底崩溃了。滤镜中国好声音被9分钟的录音刺穿了，在今天之前，中国好声音的表现一直是头铁，网友在这场风暴中爆炸，粉丝们焦虑不安，品牌坐不住了，只有中国好声音似乎不同意。李玟的录音声嘶力竭，28年做歌手，我站在舞台上受到侮辱。在继续录制节目的同时，中国好声音正式发表了一些不痛不痒的声明，既没有证据也没有力量，谁给了他这样的信心？是过去的爆款滤镜？过去中国好声音有多爆炸？节目制作人曾凡尔赛，我们不能透露具体数字，但无论哪一天哪一段时间都是全国收视率冠军。据中国广视索福瑞媒体研究数据证明，制作人一点也不夸张。 CSM 据统计，中国好声音第一季共播出14期，除第1期收视率在全国排名第2外，其余13期均排名第一。最夸张的是，在李玟的录音当天，节目的收视率仍然是第一位的。中国好声音在造星和资源方面更是金饭碗，几乎占据了音乐圈的一半。吉克隽逸、梁博、张碧晨、吴莫愁、周深等歌手如今已成为中国乐坛的中流砥柱。中国好声音也让导师们集体走出圈子，共有22位导师出现在节目中，排场和咖啡都是音乐圈的顶级。凭借最优质的明星资源，
中国好声音的冠名费也在上涨，不断打破国内综艺节目冠名费的最高纪录。前四季中国好声音冠名商加多宝的冠名费从6000万元飙升至3亿元。2016年，当节目陷入版权危机时，法兰琳卡的独家冠名费仍高达4亿元。到了第6季和第7季，欧呼的冠名价格已经达到了5亿元，即使是15秒的插播广告，也能卖到116万。第4季《中国好声音》总决赛，60秒的广告拍出了3000万的高价。在品牌的包围下，即使得分继续下降，也不会影响《中国好声音》成为最具商业价值的综艺节目。不仅如此，据《每日经济报道》报道，《好声音》是有牌照的，国内很少有这个牌照，也让它撑过了2011年的限娱令、2013年的限歌令和2018年歌唱界的整治。有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如果不是因为这个丑闻，中国的好声音需要钱和流量，即使分数低也会有人一直买单。幕上真的有中国好声音的根源吗？刀哥觉得观众逐渐放弃了中国好声音，因为他一直在用资本的语气讲草根事。从第一季到第11季，中国好声音豆瓣评分从7.9下降到2.4。被抛弃最根本的原因是我们只看到生意。2012年，中国好声音诞生于颠覆者的光环中，只听声音不看脸的模式让音乐更纯粹，让草根反击的故事更好听。明星导师转椅的形式比以往的选秀节目更有趣，资深歌手为素人选手撕脸，戏剧你争我抢，戳中了观众的嗨点，也把反击爽感放大到了极致。在过去，真正的歌唱技巧，真正的人类设计，完全依靠声音盲选的机制，赢得了观众对其公平性的坚定认可。那是一个梦想的时代，相信草根可以反击，最终成就了乐综一哥。例如韩佩泉曾在微博上讲述过自己曾3次参加中国好声音海选的经历，感动了无数人。但现在资本的力量明显掩盖了节目的草根气，中国好声音今年更新，很多网友吐槽中国好声音2023就像看广告专辑，节目开始前有1分钟半的广告。豆瓣评论，这是2022年中国人最期待的大型艺考走后门现场，因此我们不得不提到黑幕背后的资本力量。对于好声音背后的公司来说，好声音只是用来撬动整个商业链的 IP 支点，这种商业闭环包括综艺节目的制作和制作，以及艺人出道后的经纪业务。所以所谓的黑幕远不止50万转椅那么简单，很多选手可能是公司的签约艺人才上台。好声音的舞台只是出道的敲门砖，明明做的是资本生意，却偏偏要讲草根的故事，翻车只是时间问题。特别是在过去的2年里，人们对不公平的制度越来越敏感，他们也可以利用舆论的力量来放大这种情绪。明日之子毛不易爆火，那天晚上才华战胜资本的口号响彻网络。后来乘风破浪的妹妹王心凌从小透明到 C 位出道，成为粉丝战胜资本的好故事。之后还有美依李芽靠感情打败资本。当网民们热衷于创造各种打败资本的奇迹时，中国好声音也用过去的一套来愚弄观众，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叛逆。从草根未消失的那一刻起，中国好声音的败局就注定了。